传承世代原创之爱，凝聚在中港运输业的陈淑苑，伊将伊坐乘交通车的时阵，家己编的故事来写成着《国王的愿望》这本册。伊的大学同学苏宁电机营运长贾汉章是特别合教的同学，集资来印刷，在21号特别南下送册给江宜市的学子，由市长涂新泰代表接受，希望会当帮助培养着囡仔的阅读，佮有认知理解的能力。在江宜市议员张英宗含北京电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团贵阿公婆的签证印刷之下，《国王的愿望》这本册的作者陈淑苑含伊同款是中原大学工业工程学系67E毕业的同学，做会到凤江宜市来送册，由市长涂新泰代表接受。今天非常高兴，陈淑苑先生所做的这个一个儿童的故事集《国王的愿望》啊，那在他的好朋友苏宁电机啊，以及他的很多同学集资之下啊，今天在这里要赠送我们家1500本的这个童书啊，这个《国王的愿望》里面啊，有分成几个单元啊，每一个都写得非常的浅显，非常有趣，而且还有注音符号啊。我们嘉义是一个爱读书的地方。感谢我们陈淑苑先生赠送这一本非常有趣的童书，来加强我们各个学校这个图书的一个藏书量，希望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够来看一看，来享受这本书的乐趣。《国王的愿望》作者陈淑苑说，他对40岁开始创作故事，这目年已经20多年，集结10万字出版，希望孩子可以来教他这本书，同时可以有所启发。这一届下赠1500本册，将依照着各个中小班级所分配作为班册，来培养学生囡仔阅读的兴趣，佮有认知理解的能力。最新新闻，中国民用小三嘉义市采访报道。